叫水？我们家的盐子，然后田里面的水稻的心，撒在田里面的水就差不多了。我爸爸呢，要说带来吃，阿伯觉得小了点。爸爸。今年的非洲猪啊，把我们这一代的猪全部搞光了，没得办法的，为了生活，哎，搞了一批鸭子喂大了，你要把它收拾了，收拾了。吩咐奶奶去爸爸，奶奶是守门的，先看一下，采访一下这个守门员，奶奶，把门呢守好哟。哇，一来抓就抓到一个。哎呦！你把它酸掉嘞！新酸掉了。哦，吃饭的酸酸的都有。吃饭的酸的。哦呦哦呦哦呦！八的。要不要带碗呀？妈妈还可以哦，这个不好的，无所谓。幺儿快点跑，小英子又来了。哎呦！随便带，你先带一个嘛。开一下，这个行不行？开一下，开一下。嗯，小不小？还可以吧，我看他的脖子好了，可以。你看厉害吧？来，跟着你走。耶，很难的老师了。就带的比较小，刚刚有点冲着的，可以吧？但我觉得比之前我们上一辈带的时候大得多。爸爸现在要开刀还带得轻。现在如何啊？这个少点罗经。这个也是少点罗经，差不多噶，都是罗经的呀，可以的。现在给你们看一下我们这个坝子上的场景，遍地这种烟子。把你扔起来，不太行了。还吹干净，咋子？咋子往泥到起？这个是牙签，熏一下来不来？不来。我觉得这个工作不是很好了。